今天我找来了一个传武界的大师，我唯一的偶像马保国老师来与我们一同冒险啊！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崇月。那今天呢，如前面所说啊，我安装了一个名叫武德的一个模组啊。这个模组呢，里面就有着马保国老师，他可以陪我们一同屠龙啊。虽然我其实不知道他有什么用，就是了。总之不管啦、我们一般生存嘛，一定还是得从那个砍树开始的啊。总之我们就来先收几个木头什么的，然后我们的马老师就要在这边望远凝视着，他的眼睛昨天还被打了一拳，他到底在看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身为凡人，我们不要去揣测大师的想法，他一定是有他的计谋在啊。那总之我们目前收集了一些资源之后就一样啊，制作木稿，挖石头，石稿，石船，石符。OK， 想这样子我们三个基本的工具就做好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必须向马老师学习，我们不能使用武器。身为一个习武之人，靠，空手拳头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的。马老师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看天上的蝙蝠吗？应该不是吧。总之来啊，我们抱着马老师走、我是小朋友，毕竟马老师非常尊贵，这好不愿跟着我们这些凡人走是非常合理的嘛。这好，然后前面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有怪物一直死掉？哦，没事，原来这里有狼啊。我还以为是我们马老师出手的呢。 OK， 总之这边有免费的食物还不错。然后我记得这个模组呢有个特别的东西哦，就是我们如果用空手击杀生物的话，好像能够取得特别的东西哦。哎，没错，就是武德。徒手击杀怪物就可以掉落武德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制作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哦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可能会先需要来去准备一点铁矿之类的哦。那个马老师，你先在这边待着，别乱跑啊！小的先来去挖个矿啊。这是矿。总之这边有个天然洞窟，我们直接在这边下矿应该是 OK 的。我们就来挖个矿。哎，等一下，有僵尸，等。我们还是请大师帮我们协助好了。来，马老师，这里需要您惩奸除恶啊！下面有怪物，你有看到吗？哎，他过来了！我、马老师快了！哇！等一下。马老师，你冷静点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闪电五连鞭吗？我的天啊，马老师！武林要以和为贵，不愧是我唯一的偶像。有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耗子尾汁，偷袭，在所不惜啊！我天哪！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然后马老师怎么了？点到位置。那剩下可能得靠我们。我们要学习马老师的精神。呵，空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死了。这是抱歉，抱歉，不行，该。好的，不要紧，我们出生的点很近。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这好，你怎么在这边发呆了？看着小弟死去。哎呀，准备收拳。OK， 小弟我解决他了。这是话就、马老师目前正在疗伤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所谓的点到为止吗？我天哪！那他总是我们先在这边做个熔炉啦，烧个食物再说。然后刚好这边有铁矿，我们也就是稍微收集一下。因为小的功夫不到家、我决定还是制作个武器比较保险一点。来，总之五个铁锭应该是够了、有了五个铁锭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合成出一个铁剑。接着呢，再用武德、铁剑和三个铁，我们就可以合成出马家刀。这个就是马保国老师的配刀啊！来，我们直接拿出来。哇，帅多了，有没有？马家刀，接着前方还有什么怪物吗？正面探索完毕了是不是 ？OK， 没关系，没探尾，顺便挖一下。OK， 在这个地方呢，稍微挖了一段时间哦，33个铁，其实够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全套铁装给它做出来啊！来，哇，快乐，这样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死了吧 ？OK， 那总之我们目前装备也准备差不多了嘛，接着呢，食物不够，毕竟英雄也是需要吃饭的、吃饱饭后才能打架嘛，我马上就来试试这个马家刀有什么的功效啊！呼啊，哇，它草伤超高哎、然后它好像右键的话，哦，哇，可以在火焰模式中切换哎，我们直接砍，哇，燃烧剑哎，我太开心了！有了这把刀，基本上就有免费的食物吃了，我太快乐，真的太快乐了！不过它的耐久好像有点低吼，才250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必须再找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哦，找到，这边有猪有没有？
呵啊，我们把猪脸都杀了。杀完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烤猪肉嘛。接着我们又要来做更神奇的事情啦。来了，我们透过杀骷髅然后骨头嘛，我们可以直接合成出右边腿啊。啊，不然这是右边腿啊。有了这个右边腿，好像我们可以直接来砍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好像也可以直接吃。我蛮好奇的，我们先让自己肚子饿一下。跳喽啊，摔断腿。OK， 目前的话，宝石数少两个，我们终于可以来试试看右边腿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！哈哈，哎，他扣好多耐久，扣十哎、欸，我天哪！我们没事还是不要乱吃什么右边腿啊！虽然说它可以吃，而且可以当武器，但好像没啥用，我觉得。OK， 那目前呢，我们装备也有了，武器也有了，食物也有了，总该是时候来惩奸除恶了吧？我记得我在附近有看到一个。看起来就非常恶名昭彰的一个地点啊！我们现在呢就带着马尔导师过去啊。OK， 各位观众有看到吗？就是前方了，一个非常阴森的大宅，里面一定有很多罪恶之人啊！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带着我们的马老师来惩奸除恶的啊。有两个年轻人，我们目前已经到达正门了。有备而来，你走右边，我走左边 ，OK 吗？你不懂。哎，马老师，你冷静点，不要那么你不讲武德，你不懂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马老师，有怪物，有怪物。很快啊！我们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他是乱打的。马老师好像对僵尸一圈就把他鼻子打骨折了，一言不合就打嘞，不重要。小聪明啊！我目前有的这个马老师的马家刀啊，打起来应该也是还蛮轻松的才对啊，为什么这么辛苦啊？我天哪！马老师救我一下好不好？别看戏。武林要以和为贵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懂得。马老师希望我就是自立自强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武学之人必须踏过的道路，是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头部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这个哦，果然有青金石啊！这个算没啥用，就是。OK， 不管。然后马老师呢？我们一起惩奸除恶啊！走走走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各位，前方有个拿着斧头的家伙，马老师救我！对方有兵器啊！马老师，该你上了，该你上了。马老师，我去一个左正灯，可以，马老师你可以的，一个左偷袭。我这停，哎，点到为止，啊、点到为止，哎，没有闪，马老师，我是怎么他没有点到为止啊？我不懂，马老师你还行吗？他怎么一下就点到为止了？这样不行啊！看来还是要靠我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看来惩奸除恶还是得靠我们的。马老师仁慈，对恶人也是点到为止啊！很快啊 ！OK， 马老师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不要再往前冲了。你等等，又要点到为止了。我大意了啊！没有闪，哎哎哎，不讲武德。看来马老师有点到为止了。等一下啦，哎，好痛、哦！果然我们就算有神器，挑战这个罪恶之人的府邸，也是非常吃力啊！我天哪、啊！我的 ，OK， 马老师别紧张，我有其他妙计。马老师，请问我这样做的对吗？虽然有时候，总之惩奸除恶真的是大快人心啊，不过呢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可怕、更邪恶的存在，那就是中介龙。总之呢，我发现这里有个岩浆石哦，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搭个地狱门出来。这个大家都看过了啊，我们就快速搭一搭。哒啷，地狱门完成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直接带着马老师。要以和为贵，要将武。哦，我决定我还是自己去好了。这个小事啊，我们不用麻烦了马老师啊，我们就喂、欸、，OK， 我们稍微花了点时间哦，珍珠什么的都已经收集够了。不过我们马家刀目前已经就是算报废了啦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合成新的东西哦。来，我们一样就是呢，直接合成出一个铁剑，接着呢把铁剑这边放上金，然后放上这个武德啊，哦吼，闪电鞭。这个呢就是松果弹斗闪电鞭啊，我们的新的武器啊，呼啊，哇，这个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到这个甩鞭子的声音啊，来甩个这个兔子看，呼，哎，别跑啊你，呼，呼啊，哇，好像挺强的、欸，然后右键的话可以做什么呢？然后我们的武器变成那个直线了，哦。哇，这个就是松果弹斗闪电鞭的，我的天啊，马老师，我又学会你的一个绝技了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总之来了，
我们就是直接合成那个中介之眼啊，然后直接来找祭坛啦。哦，这边是不是 OK？ 没问题。屠龙时刻，屠龙时刻。哦，然后路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顺便就是啊杀一下羊啊。毕竟羊的话有一个还蛮有用的东西哦，就是羊毛，我们可以来做床。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除了床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就是这个花啊，我们采一下。花呢可以分解成红色染料嘛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羊毛，白色羊毛啊，直接染成红色的，然后你也是啊吐出来了。有了三个羊毛之后，我们再拿出五德，就可以合成出左刺拳啊，左刺拳来了。我们可以打一下哦，我这打超远，哈哈哈。除了这点之外呢，好像也可以往前冲刺吧？我们试试看，呵，哈哈。虽然这个往前冲刺好像没什么用，没办法打人，但不重要。马老师的技能就是厉害，然后我们就是继续了。马老师一人呢，我们要继续去屠龙哦。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啊！来来来，马老师，不过龙飞在天上，马老师要怎么打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马老师，你冷静。马老师要去哪？马老师，马老师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？马老师，你都来中介不打个龙吗？不要再打安德了，拜托。你打他没有意义啊。我们老师没有闪。好吧，没关系。我懂的，这是马老师对我的考验。屠龙得靠我。说闪电鞭可不可以直接打到那个上面的那个水晶啊？好像没啥用，闪电对水晶是没用的是吗？有用哎、欸，哇哦！等一下有用，其实是有用的。等一下，那我只要站在下面就可以拆水晶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猛啊、喔！哇，闪电鞭怎么抢啊？屠龙神器呀、啊！我天哪、啊，那我就攻金步入长命啦！再定一个。哇，连铁架、啊、都可以直接电掉、欸，太强了，真的，不愧是马老师的绝门武技，呵。OK， 那这个的话就是最后一个了啊。电到了。哇，然后龙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带了床，可是没中介黑曜石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闪电鞭，电龙。龙电不到，没关系。原来龙是抗电的，没关系，龙抗电，我们还是可以砍它啊，打它的头，哎，它飞走了，哈哈哈。然后马老师目前还依然在这边，跟着安德一起玩。等一下，不要打我，对不起。哦，龙又来了。总之我们就这样子慢慢打，接着它就会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伤害还算是挺高的。哦，来了，哈哈，啊，因为屠龙很简单啦、啊，这个一下就打赢了。虽然说我们的马老师其实没有出到什么力，但他其实有，他吸引了龙的注意，而且呢，他有帮我们教训其他的安德，不错。我们的马老师其实还是这个屠龙挑战的英雄啊。来，我们马上就回去庆祝啊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打赢了中介龙，但是我心中其实还有一个梦。那一个梦想呢，就是我必须证明自己，我必须亲手打倒马老师。来，我们把装备全脱了，武器也不用，我们正式向马老师发起挑战啊！马老师，我们正面对决。这好吗？这不好。呵，血量有够，一个左中灯，一个右边腿，我必须证明我自己比较强。一圈就把，因为马老师空手与我对决，我当然也不能使用武器。我马老师他一直回血有点强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抓好角度，抓好距离，他已经输了，Go， 打，哎，我全部防出去了啊！看来我该使用暴击技巧了。我去，呵，偷袭，左刺拳，右边腿，左刺拳，冷静点，马老师，等一下，冷静点，点到位置。点到位置，点到位置，停停。我们之中呢，必须正式分个高下。所以说不行。点到位置。我好像打不死他。点到位置，他怎么那么猛啊？没办法了，我们有闪电鞭。
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们取得了什么？我取得了大一啊！我大意了啊！没有闪啊！没有闪。这个就是马老师最后的波纹。总之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。感谢各位观众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